但是我就有点好奇了，你拿汤勺都撬不开了，他的牙齿。为什么我能轻开？那你用嘴渡药的时候，你怎么把那个药给渡到他嘴里的？对，哎，那吴磊啊，你不要提这种乱七八糟意见，把这件事情不要了啊。对，我觉得有点不合理。其实直接这样子就可以灌得进去了，对不对？哎呀，喂不进去，怎么办呢？这只有，好，我来，妹妹，那不我来吧。他们渡嘴的时候，渡药的时候，我们两个什么反应？哎呀，你正常就看着，哎呀，原来木槿喝下去了，哎呀，开心，木槿把药喝下去了，重点在喝药，你非得纠结木槿亲嘴了，你这个人真的是好无聊啊。黑一边不跑，那我出来，我不跑。要不拿个绳子绑住？不行。哎，小姐姐，快点！我们咋感觉像一群傻子一样？所有人看着我的表情，刚才都是这样。从中国来的，你看，我是这样的。那我第一次看孔明的飞机。我也是从来没有唱过音乐。我们为啥要一直看着他？还有几个？